快点把兰克，快接电话！很抱歉，法兰克现在没办法接。他正忙着处理两个知道他钻石下落的混混，让我们私下聊如何？如你所知，这件事至关重大，对你来说是这样，所以非要我弄脏自己的手吗？还是你们有人想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 你冷静一点，我才正要开始玩焊枪。你疯了，米奇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法兰克，等我烧烂他们眼睛之后，就是黑暗时代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米奇？把那东西拿开！不，法兰克，那个警报，那个该死的警报，你将法国老东尼再铲除党羽。你说什么？法国老东尼？ 法国老东尼是该死的告密者，你知道我们这里是怎么对付告密者？省省你那套说辞吧，法兰克，我受够你暗中耍我了，你设计我们，你完了。 该死的伙伴，吓死我了！哈，要不是我够了解你，我都要开始觉得你改变主意了。该死的！啊，好了，我们赶紧开溜吧。可斯洛夫要来了，像那样这么大的石头，要他杀死自己的老妈都愿意。 承认吧，人性啊！法兰克，晚安了。